大径跟那个唔少嘅五个小径。五大径点讲咧？怎么说呢？其实我讲咗好多错，都讲咗啲咩事？你有冇讲啊？以前呢就比较保守不讲，现在我都讲。我头先讲过，一开始边三段嘢好紧要。头先我咪讲过嘅，佢企出嚟边三段有紧要啊？刚才我说了哪一三件东西很重要的呢？记不记得？你们记得吗？啊？不记得？要马桥，对不对？马跟桥。要。要。要马。要马。桥。要马。三径。三径。空径、头径、五大径。还有。胸襟，胸襟，如果你这个，这个不是胸襟，走后边去，在这里要走到后面去，吞咗啦，吞咗空，吞到走，吞了，所以呢，胸襟、头襟，胸跟头为主，头，总之头一松呢，个架会松，头呢一松呢，整个架都会松，所以我有时我去嘅时间，所以打紧呢个位置啦，呢个嘅时间呢，去呢，就唔好个身转去先，个头转去先。头低，头转，身低，跟住个头转，头，个头转，身望住个位置去，系咪先？个手伸到个位置去，整个马，用个头望住，系咪先？我哋其实练啦，啲仲有啲手咧，系自己练嘅翻，譬如基本呢啲位。这个你回去练的时候，基本这个位置。你如果腰发唔到力嘅，如果你的腰发不了力的话，你放开。去嗰位，嗰啲即系总之有你练嘅时间，你超快。什么原因你练的时候呢？唔系只马步，而系条腰带动嘅。是不是马步是用腰的？发力出去。用发力出去。头先我讲咗咧。刚才所言的。我哋基本嘅基本功。我们的基本的功。除咗行马。除了行马之外呢，行马一定要，跟住猜手对桩，猜手对桩，呢啲基本一定唔可以少，这些基本呢不可能少，同埋嗰第一套拳就系三步剑，还有第一套拳叫做三步剑，呢个拳呢就系练功嘅拳，这套拳呢是练功的拳套，睇落好简单，看起来非常简单。就上三步，只是上三步。箭三下，拿三下。箭三下，拿三下。跟住翻翻转头嚟，又箭三下，拿三下。回头也是，箭三下，拿三下。跟住再上落，上落三下。跟着呢，上下上下三次。系就咁简单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但系最辛苦就练呢个。但是最辛苦呢，就是练这个。最主要认真。主要的原因是练这套拳呢，因为练这套拳怎么配合个呼吸，怎样配合这些呼吸呢？怎么去包那些肋骨啊？个松紧转换，那个松紧的转换怎么去练？配合个呼吸，配合那个呼吸。而我哋嘅猜手之中，即系点样叫猜手咧？猜手之中呢？什么叫做猜手呢？嗱，即系我哋嘅以前咧，如果大家有见过磨啲嗰啲麦啊，就是你看见磨那些豆啊、麦啊这些。嗱，我哋而家叫啲后生仔出嚟。我们现在请几个年轻的，来你们出来。姜亚锤。姜亚锤，拿着姜亚锤。通通，对，马步，哎，没事。他会打你们的，那每个人都怕。这个松，哎，走走走走，给我松好。没有吗？吞胸，吞胸的。吞胸，吞胸。吞胸八背。吞胸。压住。压住。放松就好。扎姜下。张雅锤。哎，给我松。身体要伸，哎，手动这样，去，停一停，不是，要去的时候，哎，不要松，
分，不要你看，不要，那练扎个肩来，肩锤，脚后，哎，中胸，哎，脚后，收，打横。不要用，不要走。过来，下去过来。行不行？去，哎，过，慢慢来，放松。去。我们要学去磨，不是？磨，磨到去。拉起来，来去，哎，脚脚后，去，弄的是，补充，去，嗯，别管啊，不走，哎，过来，去，哎，哎，走，对，怎么样？哎，够，哎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对，哎，叉腰，放松，同学，来，吊松，弄它，起去，嗨，哎，快走，再里边走，嗨，够，哎，走，哎，嗨，哎，你看，我这个打横，有没有接着打晕了？这会打圈圆，好了，中了，来，快，算怎么样？不行了，现在不要这个了，来，两个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个对应的，对呀，补充，你就是要虚脚就对了，补充，不要想虚掉，全想虚掉就对了。哎，加钱，好一点。高点，高点，高点，不要过，这个不要过去，不要超过脚尖，哎，不要超过脚尖，起去，起起去，直直直，好，哎，哎，背要弓起来，龟背，龟背，含胸拔背。哎，松胸龟背。哎，背后要顶起来，龟背。放松。这个就是，这个是中心，这个大横，放松。哎，好了。手叉腰，呢度呢度呢度，裂开佢，这个手指裂开佢，呢个走出来，哎，呢个走后腰，这个嗨，命门向后点起来，扎住跟我吹去，向他的波头去，有向他的波头扎住，哎，快，不是。为什么知不知道？你看，我擦手是怎么擦？还有他打球的时候，看很快，都是攻防。还有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不要看小看这个，你看很普通，但是这基本功很厉害。看嘛，很对。九十遍，擦腰。嘿，不要理他，你告过他，嘿，告他，你大一点，差大点，哎，这个，向他推过去，打过去，哎哎哎，你打过他，跟你打分过他，跟吗？嘿，推过去，哎，放松这个，哎，头要不要后上，高点，哎，头不要松，哎，放向前，离开了，
哎，不要穿，你看。哎，红胸，出去，哎，哎，高胸，哎。退出去，退出去是什么意？呼，练咳。呼吸。啊，出去是呼。不要，咳。吸。吸。吸出去是咳。出去是。人家退出来叫呼，他退出来呼。吸的什么？那个那个舌顶上像喉结，好像那个喇嘛的。好像有那个感染在你的口里面呢、啊，用你的鼻子吸，口呢呼，用鼻子吸气啊，嘴巴微微张开吐气，对，啊，舌尖抵上颚啊，啊，你的手肘摸挖来你的胸骨，爱让一个拳头母，爱让一个拳头母，松开啦，这里，收埋啲，收唔过吗？细啲，小一点，对，呢度撑开。那边撑开，这个夹，这哎，前面就夹，这个撑开，前面就夹后面，这个哎，要撑开，实际顶住，哎，顶着，哎，去，哎，要中，头夹，头顶顶，顶着，去，推出去，用个膊头推，哎，好，好，气好，吞喉，好啲，好啲，个吞，向呢度推过来，向那边推。推向这里，对，那边跟你的胯要合啊。哎，四点筋嘛，四点筋啊，配合啊。对。年轻人学东西快。哎。对吧？年轻人学东西蛮快。身体不要动，身体不要动。好，对，哎，几个手，哎，这个不要松。你记不记得为什么？哎。要用肌肉，要用肝胆是加的。哎，你看，还有，肩椎，这个不要松，兄弟们，六零有啥？手指那个围呢？围指不要松。那肌为什么肌不松？你看，那要扎着干嘛去？要虚实的。扎着做啥？那个手指没？那个手位，那个、我或者其他有冇？成个中埋嚟。那他那个很有劲的，所以他要实。我想啊，问他啊，就怎么样啊？哎。所以这个位，所以那个位置，站体冇松，那个肘底呢是可以松，还有可以松，你看，硬的，弄出来，哎，是不是啊？还有这个不要松，怎么样？哎，肘底不可以松。哎呀，哎，好，这。放松一下，嘿，去，嘿，嘿，在外边保护，所以打开窗帘里，不要脚后边，去。OK， 好吧，对不对呀？对。对了吗？我们看到好对。